参加土耳其这样的学校的发放哈，啊，个人很感动啦，就是看到这些小孩子哦，看到我们那么开心哦，啊，露出灿烂的笑容哦，啊，真的我很欢喜啦。啊，尤其是在发放的当下哦，跟小孩子互动哦，看见老师那么热忱的陪伴哦，跟教导，好像是哦，他看到我们像天使一般的来欢迎我们了哦。虽然我们物资并不是带的很多啊，只是一个糖果、一个饼干哦，还有牙刷，还有铅笔，还有圆珠笔，还有一个橡皮擦。虽然这些物资哦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意啊。但是看他们接受我们，给他这些物资之后，他们露出非常非常开心的笑容哦，就知道他们的上一代哦，对他们的教导哦，就是让他们忘却哦战争跟苦难哦，仿佛他们好像没有经历过这一段的感觉啊。啊，在我们的教育之下哈，我们马纳海哈的学生们哈，都每一个人哈都露出很欢喜、很快乐哦。所以说，在我们给他的教育的方向哈，仿佛他可以哦扎向下扎根，爱向下扎根，相信啊，他有一天呐、啊，成长之后学有所成啊，一定可以为他们叙利亚的同胞哈、哦。发扬跟光大，忘却苦难跟烦恼。